紧接着我们要颁发的奖项是高中男子北拳项目第一名卢彦真，第二名黄世毅，第三名陈子轩，第四名林胜伟。这个奖项我们邀请泰国劲舞体育会洪成虎洪会长来颁。紧接着我们颁发的奖项是高中男子长兵项目第一名吴敏轩，第二名田家峰，第三名陈佑伟。请上获奖选手请至台前领奖。紧接着我们要颁发的奖项是高中男子短兵项目第一名黄世毅，第二名张永志。恭喜以上获奖选手请至台前领奖。紧接着我们要颁发的奖项是高中男子骑兵项目第一名钟其中，第二名郭涛毅，第三名吴彦勋。这个奖项我们邀请新加坡当州会馆梁国权梁叔叔来颁。
以上获奖选手，请至台前领奖。